蔡英文上台后，至今都不承认“九二共识”，这已经说明他和民进党等台独势力都是顽固的台独分子，指望他们回心转意已无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大陆中央政府也放下了包袱，与之前只对台湾当局怀柔相比，现在大陆的对台政策已经打出了成体系的组合拳，而且效果不错。譬如前些日子就针对两面台商下手。 支持台独分子的都别再想在大陆做生意。结果，那位力挺蔡英文的前漳州台商协会的荣誉会长李荣福就被踢出了协会，并且在大陆的生意也黄了。在对两面台商出手后，国台办又出手了。这一次，针对两类人出重手：一，针对台独艺人出手。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不会允许持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 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这样的人岂能在大陆挣钱？现在我们终于开始采取新的政策，对这些台独分子们出手了。以后谁搞台独，谁支持台独，那么就别想再来大陆，别想在大陆挣钱。未来两岸统一也得赶出娱乐圈。二曝光台独在大陆资产，很多台独分子一边在大陆投资赚钱，一边在台湾搞台独。 近日，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再度否认其岳父在大陆投资。在国台办例行新闻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该事是,是否属实，结果国台办发言人证实了黄国昌岳父高某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和二零零九年三月先后在大陆注册成立了农业研发公司和汽配公司。台湾的这个所谓“时代力量”是在二零一四年反服贸运动中崛起的。 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太阳花革命，是一个极毒的党派，于二零一七年成立。成立党派后，该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极毒活动，其中包括所谓公投草拟宪法、以台湾名号参加二零二零年东京奥运等。对于台独势力在大陆经商赚钱，应该绝对禁止，而且应该实施连坐，就是台独的亲属也不能在大陆经商，除非公开与台独分子。 划清界限并登报声明之后，保证不支持台独，至少三年才能解禁。而且，一旦发现与台独分子有经济来往，就应进行严厉处罚。这两类人未来是必然倒霉的。大陆不可能再允许在大陆赚钱到台湾搞台独，未来这个口袋会越来越收紧。而且，真的两岸统一，那些台独必然会被清算。